你今天有点怪。什么怪？点了好几个口味呢，你这上面都没有标签，怎么分啊？怎么可能？我等一下。喂，小七啊，我今天早上起来忙晕了 ，F 集团那几盒蛋糕我忘记贴口味标签了。哦，那行，我知道。哎，那个，你们家服务质量太差了，给你们家差评都便宜你们。别给差评，别给差评，你这几个蛋糕我都能闻出来。你等一下，这个是香草的。啊，这个是冰淇淋的，这个是马卡龙冰淇淋的，这个是，啊，这个手指饼干是送给你们的，这都能闻出来，你不是随便说的吧？哎，你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我的鼻子超级无敌灵，绝对不会出错的，记得给个五星好评哦。这你都能知道？方总应该是来找您的。你今天有点怪。什么怪？怪可爱。你今天也很特别，特别有病。柴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方总还有工作，不好意思啊。告诉你哦，这只是 Plan A， 还有 Plan B、C、D、F、G。这么性感都不行，咻咻咻咻！柴小姐，柴小姐，一杯摩卡。好嘞，乐乐，一杯摩卡啊。好的，稍等。小七，你今天怎么不去送外卖？我觉得疯了，视力有问题，每次都对我视而不见。柴姐说了，一时兴起的喜欢。需要用持之以恒的厚脸皮去维持，还是不够厚。我觉得柴姐说的非常对，我再努力最后一次，不成功，变成Meng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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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